那娃儿又去穿个短裤下来了。杜小爷，你要冷喽！虽然我们已经被关在屋头已经4天了哈，但是我们平时除了孩子们上网课以外的时间呢，还是都尽量找些娱乐。比如说吧，我们就有时间都来跳跳舞，锻炼下身体。然后我们呢，也想跟着去学习学习。上一次爸爸妈妈跳了一曲九儿，得到了很多粉丝朋友的们喜爱，所以这一次爸爸妈妈又献上一首《又见北风吹》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喜欢。我说的啥子？你说的你是瓦是舞王，所以说要你表演一个。来，放音乐噻。擦玻璃，
好。